恐怖了哦！第一次看到烧那么大。北市闹区前柜 KTV 大火夺命，虽然上个月底才通过消防检查，但火灾时没有广播警铃，也没有洒水。目前初步理解是施工造成疏失。到达现场的时候是确定现场是有在施工，那我们检查相关的这个设备啊，它有做这个关闭的情况，所以现场的初步的这些火灾的警报设备、广播设备都没有运作。先停止营业嘛，第二要保全证据的，因为事实上起火原因还是要交给专家来做鉴定的。市府宣布停业彻查，但北市严重公安事故，柯文哲仍在南部参加民众党活动。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质疑，台北市最近已在准备防疫兵推相关事宜，但市长仍却不在台北。议员简淑培则表示，火灾虽然是意外，凸显柯文哲无心市政。在网络上大家都在批评你，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感觉上就是台北的市政已经疏忽了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上班时间还是比绝大多数的县市首长都多了。北市严重公安事故，后续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新唐亚太电视直监理台湾台北报道。